定力本是释迦牟尼佛，定力文殊智慧勇士，定力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共同学习大圆满龙禽灵体潜心引导文啊。这个大圆满龙禽灵体内外前行时，依照无等殊胜上师，也就是说如来要尊者的客串而记录下来的，所以这也是实际上是这个化者仁波切一直这个如来要尊者很多年以后啊，就是听说这个25次，最后呢将上师的窍诀就是全部呢就记录下来，留给我们这个后人的，所以其中的这个内容非常丰富，具有殊胜的这个加持力啊，就是具有殊胜的传承的这个加持力。那么这个全论呢，就是分为这个两个方面，就是首先是文法方式，然后呢讲这个所讲之法。首先这个文法方式呢，就是发心和行为两个方面来阐述。首先这个发心呢，也是广大一路菩提心的发心和广大方便秘密真言者发心。因为前面呢是先总的这个发心，也就是说大乘的发心，而后者呢是密宗的这个观清净心的这个发心的。所以在这里的这个听法者啊，就是听法者呢，首先我们也应该明白这个法呢不是一般的人就是才可以听得到。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啊，大多数的人就不听法。即使有一些殊胜的因缘愿意听说佛法呢，他的目的不一定是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更不一定呢就是观想为这个一切都皆为清净的这种真见来这个谛听。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前戏呢，表面上看呢它是是一切法的这种这个基础啊，就是是一个前行。实际上呢听说者的要求呢应该是比较这个高的啊，就像我们实践当中呢参加一个高考的话呢，没有一定的水平呢也没办法就是进入这个考场，因为他所考的内容呢还是档次比较高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听法者的话呢，首先可能自己要观察，因为有些人呢他听法是为了就是一种这个好奇心啊而这个听说，有些呢就是为了这个精神的一些发财啊，或者说治病啊，或者说得一些名声啊，工作顺利啊，那这样的话呢，这个目标呢，就是在这里面没有这个说明，就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刚开始学这部论典的时候呢，这是非常高的一个大乘的这种法门，也是一种这个深深的这个窍诀，所以说呢，我们刚开始听说的这个极个别的人呢，就是希求这个实践八法的人，希求呢名闻利养的人。这种人呢恐怕是这个不一定适合他的这个意乐。所以说从发心的角度来，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这部论典的这个深深啊，就是这部论典的这个殊胜性或者是深深之心。那么下面我们首先是这个广大意乐，就因为这是一般人就是发不出来的，我们凡夫人呢这个发心是非常的渺小啊，就很狭窄的，只是一种这个自理的心呢或者说是精神的这种心呢，除了这个以外呢就是利益就是无量无边的这个所有的众生，来自这个虚空界之间的这个来自这个成佛之间这个，或者来自虚空界之间的这样的这个长远的世界呢，还有呢就是愿这些众生呢获得这个不可言说的无常的这种佛陀的这个快乐，这样的这种发心呢，一般人是就是发不出来的，
想也想不出来，就像这个吉田伦士所说的那样，就是梵天也好，地势也好，我们实践当中称为比较有慈悲心的父母啊，这些的话呢，就是不要说拜天，连蒙宗的也没有这个相过，就所以说呢，这样的书生的这种发心呢，就是大家要应该就是看出来，自己寄生当中啊，就是如果真正能发这样的这种菩提心的话呢，那这是的确是非常难得的。我们应该这样想，其实神出轮回中的一切众生，无始世以来无一不曾做过我的父母。做父母时，他们都是无微不至的呵护我、恩宠我，最好的食物呢献给我吃，最好的这个衣服呢就是献给我穿啊，十分慈爱的抚育我成长。这是对于我们这个人间的这个众生来讲呢，应该是这样的。其实我们这个身这个处在这个六道轮回当中啊，所有的这种这个众生的话呢，就是在无始以来当中呢，就是绝对是当过自己的这种父亲或者是这个母亲啊，就是父亲或者是母亲。以前这个父母恩重难报经当中呢，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故事啊，就是佛陀和阿难就是有一次到这个南方去的时候呢，就是佛陀就是看见就是一对这个孤鹤啊，就是这个孤鹤，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是佛陀向这个孤对呢，就进行这个五体投地的顶礼膜拜，然后阿难呢就是不能理解他的这种这个行为，就是问道，你是三界就是道士啊，就是具足一切功德的这个世尊，你为什么是这样的这个孤对呢？就是进行就是顶礼，那么佛陀就是说就是这些呢，就是无非是就是全部以前呢，就是这些众生全部就是当过就是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这个就世世代代的这个祖辈，因此呢就是我们就是今天就是应该向他这个顶礼，并且也将呢就是这个当父母的时候呢，就是对孩子如何如何的这种慈养啊等等，就是讲了很多的这个这方面的道理。就所以说我们这个相信这个佛陀的教言的这些人的话，那在这个教证里面呢，应该就是非常明显啊，就是说一切这个众生的话，那就是都当过这个我们的这个父母啊。梵王经当中也说了，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子是我母啊，就是说这个孤鲁道皆孤鲁道众生皆是我父母啊，就是有这样的这个教证。所以说我们在无始以来就是漂泊在这个轮回当中的话呢，没有任何怀疑，肯定就是所有的众生都当过自己的这种父母，只不过时间是非常漫长，再加上我们众生呢有各种各样的迷惑的一些因缘，因此呢现在我们也不能就是立刻就认识到自己前世的父母。如果真正这个修持菩提心的一些这个神者也好，或者是这种这个修行人的话呢，他能这个深信呢就是终身就是自己的父母啊，曾经这个阿底夏尊者还是众多吧，阿底夏尊者吧，那个就是在那个涅槃的时候呢，就是他看见就是一匹马，就是他的这个脖子呢就是架在树里面，就是正在挣扎，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他对旁人说，是我的这个老母亲呢正在受苦，请你们救救他。所以我们真正这个修炼那菩提心的这种人的话呢，看见了任何一个众生啊，就是大至这个梵天地势以下，就是小至这个卢以蚂蚁以上的，就是这些众生啊，都是这个看见以后，不要说是对他是个杀害的这个心呐，不可能生气的，就一定会是生气，就是精神的这个父母呢，没有这个任何的这种差别啊，就是法王在那个这个《怀疑诗语》里面也说了，就是三界众生皆为父母亲，当以大慈大悲平等护啊，就是三界这些众生的话呢，全部都是当过我们的这种这个慈爱的这种父母亲呢。
我们应该以这个大慈大悲心来，就是平等的这个维护，而不应该呢，只是对这个今生的父母呢，就是非常的这个孝顺啊、恭敬啊、叮咛啊，就是将自己所有的钱财就是用在，就当然有些孝顺者的，就是孝子的话，那就是这个就是供养给他，而其他的这个众生呢，尤其是对你自己关心不好的一些怨恨的敌人，或者呢，就是现在有些宗教所提倡那样的，就是这个人类以外的这些动物呢，就是全部放弃的话，那这是我们人类的一个耻辱，也是一个大乘佛教呢不能理解，就是这个修菩提心的一种这个表现。就说一说我们这个最难得的就在这个地方啊，就很多人表面上可能说是我要发菩提心，这个发菩提心说起来的是非常的这个简单啊，藏地的很多人也会说，我们这个汉地的很多人也会说这个要发菩提心啊，高僧大德们讲经的时候也口口声声说，下面的很多人这个学习佛法、念诵这个经论啊、念名号，经常说是发菩提心、发菩提心，可是真正用这个内心来这个观察的时候呢，自己发过没有？要发菩提心的话呢，一定要把这个众生作为这个对境啊，然后跟前世的父母、跟这个所有的老母有情呢，就是以平等来这个对待。那这样的这个心呢，我们这个到底这个升起过没有？所以啊，我们现在的这个佛法的这个修行呢，就非常的这个重要啊。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这个理论的这种这个说法与这个实际的这种心修行呢，这两个一定要这个结合。如果没有结合的话，很多人这个听法或者是讲法的话，只不过是前辈的这些理论家们或者是智者们的这个预言呢重复而已。除此之外呢，就是并没有多大的这个意义啊。比如说我在这里夸夸其谈，每天就是说很多，但是我自己心里面从来的没有就是观想过，也没有呢就是升起就是一刹那的这种菩提心的话呢，那我只不过呢就是在这里啊，就是是重复那个前人的一个语言而已。除此之外呢，对自己的相续呢也没有就是利益，对给别人就是所传讲的对境的话呢，更不用说了。所以大家在这个学习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这个想到，就是因为的确是这个做父母的这个时候啊，他们是无微不至的这个关心我们，就像以前堪布阿琼所说的那样，哪怕是那个有些父母啊，就是没有经济条件，就是当那个乞讨，就是乞丐的时候，如果他在这个讨饭的过程当中能找到一点这个食物啊，就食物里面有一些这个油脂啊，或者是有一块这个肉块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先把自己的这一点呢，就是舍不得自己吞下去，就是先给孩子。如果他在垃圾桶或者是在哪里呢，就是找到一些破破烂烂的衣服啊，从中呢就是找到一块就是比较干净或者是比较这个好的这个一块的话呢，把那个拿来呢，这个传给这个孩子的这个身上。所以呢，我们这个不管是有钱的人、没有钱的人，凡是做父母的时候呢，就除了极个别的这个前两天讲的一样，就是前世的一些特殊因缘所导致的，就是极个别人以外的话呢，他一般来讲就是所谓的这个母爱，所谓的这种这个父母的这个对孩子的关爱的话呢，那么我们无法用语言来这个形容啊。这是我们每一个孩子呢，就是每一个人的话呢，就是都当过这个孩子，然后呢，想一想，就是自己在这一生当中的话呢，父母对你的这个付出是多少，然后你对这个父母的这个付出呢，就是又是这个多少啊，就是可以这么说。原来有一个教授啊，就是他在那个讲课的时候呢，就是说过，当然他是只是讲的一些这个古人的一些这个孝顺的这个问题。那么我们要这个想一想，一般来讲一个儿子或者是一个女儿的话呢，他长大以后是对父母很关心的，就是哪怕是可能一个月当中半个小时都是不一定给他交谈，就是他不给这个机会，所以呢父母是很可怜的。但是父母呢很想是跟这个自己的孩子的话呢，就是要长期的这个沟通啊，就说。所以说很多的这种这个母爱的话呢，就是我们应该在这个佛教的这个经论当中的话呢，就是说的这个非常清楚。因此我们要就是报答这个父母的恩德的话呢，今生的这个父母的恩德呢，就是应该是让他这个学习佛法，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来报恩德。但是我们现在呢已经发了大乘的这个菩提心啊，并不是说现在这个古代的一些这个孔子的这个理念呢，就是只要一个孝顺就可以给父母就是细细教啊。我现在看见很多
多那个一些那个孝顺的这个教育的话，那就是最多报恩的方法，那就是给父母洗个脚，就是。但这个我觉得不是很重要的，就是脚脏一点也可以，脚干净也可以。但最关键的呢，就是要洗洗父母的这个心啊，就是要父母的这个无事以来的话呢，有贪嗔痴，就是现在在短暂的人生当中呢，应该是就是没有这个机会，就是他自你来这个洗掉。因此，如果我们的这个智慧和我们的背心呢，让他的这个心里的个人呢，就是洗掉的话呢，那这是一个真正的这个报恩。当然，这是今生的这个父母而言的。那么，我们对所有的这个众生呢，尤其是无始以来当过自己父母的这些众生，要报答他们的恩德的话呢，那必须要就是这个获得这个成佛啊，就是获得这个佛果。所有这些恩种如山的众生，虽然欲求安乐，却不知奉行安乐之因是种善法；虽然不想受苦，却不知舍弃痛苦之因是不善法。所想与所作背道而驰，糊里糊涂的步入了歧途，就像盲人遗留在旷野中一样。这些众生真是这个可怜呐、啊，就是真是实在是可怜。那么所有的就是这些就是这个当父母的时候如是对我这个慈爱这个维护的，那么就是恩种这个如山呢，可以说是恩种如山，恩深如海的。像这些这个老母有情的话呢，虽然他们这个生生世世当中呢想获得的这个快乐我们实际上的是不管是什么样的种，只要有生命的呢，他会这个拼命的需求，就是获得身心上的这个快乐。可是这些众生呢，没有遇到大乘佛法和三智士的引导，因此非常的这个愚昧啊，就是愚昧这个无知，所以呢就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奉行一切快乐的根本啊，就是这个示众这个善法啊，就是我们下面讲的这个示众这个善法的话呢，就是他绝对是不会知道的。因为是他是这个愚痴的缘故啊，就是什么这个愚人遂求乐，怀乐入灭地啊，入灭处啊，就是吉天菩萨也这样讲的。虽然这些愚人的话呢，虽然就是求这个快乐的，可是呢就是他们都不会这个求安乐的啊，就是把自己的这个安乐呢，就像是抽屉一样，就是全部就是坏话啊。有些人像这个发财，就是然后呢就去这个偷盗；有些人呢就是像这个仓鼠啊，就马上这个杀其他的这个众生来补自己的身体，当当当，就是很多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南辕北辙啊，就是所以一切的这种这个这个愚痴的这个行为的话呢，就是人们的这种身心当中呢，就是体现，就是这样以后呢，就根本就是得不到就是任何的这种快乐。虽然这些众生的话呢，就始终也是不愿意。以造受就是任何的这种这个痛苦啊，就是不愿意就是造受痛苦，可是呢就是根本不知道他要这个舍弃一切就是痛苦的这种根源啊，就是这个十不善业啊，就是终身欲出苦反省痛苦因啊，就是终身欲出苦反省痛苦因。就是这些众生的话呢，虽然呢就是很想就是迁出自相续当中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可是因为这个愚笨啊，就是非常这个愚昧的缘故呢，就是他把所有的这个痛苦的这个因呢，就是全部呢就是不能这个迁出，而一直呢就是心持苦因啊，就是为了呢就是快乐而这个杀生啊，为难呢就是快乐，而这个赌博啊等等，就是我们这个现在实际上看呢，就真的是这个社会人群的话呢，就是有时候非常的这个可怜，尤其是当今这个时代啊，就是科学这个越来越发达的时候呢，人们就是造恶业的这个手段呢，就是越来越多了。然后造善业的这个手段呢，虽然有一些，可是自相续当中的这种无明愚痴是非常的这个严重。三智士的引导呢，就是微乎其微，就是极其玄奢。所以很多众生的前途呢，应该说是迷茫的、暗淡的就是黑暗的，就是非常这个恐怖。因此呢，就这些众生呢，真的是就是得不到就是真正的这个利益，就像。就是可以说就是这个这个双目失明的这个盲人的话，那就是荒郊野外的这个无边无际的这个旷野上的话呢，那他根本不知这个方向啊，真的是就是入了这个一种这个迷惑之路，就非常这个痛苦又是可怜的。就像我们现在世间当中的众生呢，虽然对世间法呢稍微有一些这个智慧，但是这种这个智慧呢，只是造业的手段而已，真正的这个趋势呢，连一个
基本的三有三，三果恶有恶报的那样的这个道理的话，那就是对他们来讲是一窍不通的。因此，有时候啊，人类的这种这个聪明和人类的这种发展呢，就是反而是倒退的一种这个就是现象啊，就是倒退的一种这个现象。这也是我们从那个应该说是这个愿一切众生的这个角度来讲的。因为菩提心呢有两个条件，一个是愿这个一切众生啊，就是愿一切众生呢对他这个升起悲心，就是愿这个所有的世间当中的众生呢啊，当然是这个非常这个可怜的。我们不说是这个人类，就是地狱恶鬼旁生的芸芸众生的话呢，就是何日他们有这个能了知趋势因果的事啊，就非常啊这个。害怕就是非常恐怖啊！有时候呢，我们自己也应该想一想，我会不会堕落这个三恶趣啊？如果真的是堕落这个三恶趣当中的话呢，那这个解脱的机会呢，就是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少啊，就是几乎可以说是没有的。所以我们现在获得了这样的这个人生呢，就像以前的很多大恩上师所说的那样，就是一定要这个抓住这个机遇啊，否则的话呢。造恶也是可以说是这个一念之差，一瞬间的这种这个恶行呢、啊，这个恶行一下来的时候，本来古人呢就是说是恶行，就是压下面的这个心呢、啊，压心，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心态下呢，就是我们会啊，就是会这个造出就是弥天大罪，就这个时候呢，就是自己也是后悔莫及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现在就是有了这个这样的这个人生的时候，自己啊应该把握好就是自己的这种方向，同时呢，愿就是那些就是迷茫的这个可怜的这个众生呢，就是对他们就是生悲心啊，就是这是这个愿众生的这种大悲心。然后我们再进一步的观想，我如今听闻并修持甚深正法，目的是为了使曾做过自己的父母，现在为六道痛苦所折磨的一切有情，远离各自也感的一切痛苦和习气，获得便知佛陀果位，就是这是这一段呢，就是这个愿佛的这个智慧呢，就是愿佛的这个智慧。我们刚才就是前面就是想到了，就是一切众生非常痛苦，就是就想到了这个时候呢，那么我们要想帮助他们，要想帮助他们的话呢，就是别的就是方法都就没有啊，就是我们自己也是无能为力的。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有机会遇到了就是大乘这个善知识和大乘这个佛法，而且呢，就是自己的这种相续的话呢，也这个堪为法器啊，就堪为法器。这样殊胜因缘的具足的时候呢，我一定要就是听说。能斩断轮回根本的大乘这个佛法，同时呢，我要这样的这个佛法呢，不仅仅是停留在一个听闻上，就是不断的这个认真的思维，或者是这个就是修持啊。这个目的呢，并不是为了就是自己获得这个快乐，或者是为了就是自己呢就是是展示一种这个得名声啊等等，就是不是这样的，就是为了就是曾做过自己父母的这些老母有情的话呢，现在正在六道轮回当中的话呢，就是甘肃无量无边的，就是这个六道的这个各自的不同的这种这个痛苦啊，因为众生的业力呢就是不相通的，所甘肃的这个痛苦也是千差万别的，所以呢，我们就是有时候啊，就是在寂静地方也好，或者是自己好好禅修的时候呢，就心里面就是想啊，就是现在就无量无边的这些众生的话呢，就是都没有获得解脱，而没有获得解脱，被业和烦恼一直这个束缚住的这种这个痛苦的话呢，那就是这个难以描述，就是难以描述。那么我们呢，作为这个。发这个大乘菩提心的一位这个行者的话呢，那一定要想度化他们。要度化他们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要我们就是学习这个佛法，听说佛法，自相续呢就是离开这种这个烦恼的这个妄啊。在那个时候的话呢，我们就是自己呢就是也可以这个获得这个成佛，自己获得成佛的度这些众生也是可以的。或者说是我为了就是听法的话呢，就是要度化这些众生，发心为利他，求真，求真等菩提啊，就是弥勒菩萨，
所讲的一样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发心呢，就是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为利益，就是可怜的这个一切有心。那么这些有情的话呢，一定要让他们就是获得了这个真等觉的果位，就这就是所谓的这种这个发心啊，就是所谓的发心。所以我们这样的这种发心呢，这个希望啊。就是在这个人和社会呢，就是应该要这个具足。就其实这样的这种这个修行方法呢，应该在这个前行当中，就是以巧诀的这种这个方式来，就是给大家就告诉过大家。所以我们在这个藏传佛教当中呢，就是真的是把它当做一个最深层的这种这个指路明点，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巧诀书呢，就是是这样的一个就是非常难得的这个法。就这次也是我们也不敢这个速度吧，就是跟大家呢就每天都是能讲多少就是算多少啊，就是每个人呢就是听书的过程当中呢，一定要把这个里面的内容啊反反复复的这个贯穿于这个自己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向导，就是化身仁波切的这些金刚语呢，与自己的凡夫的这个性呢互相这个对照啊，就像我们这个照镜子一样啊，就美女照镜子一样的，就是这个照镜子的时候，他就反反复复的看，就是哪里有黑点，哪里有就是就不好的。那么同样的，我们把它当作一面镜子一样的，反反复复的这个看了之后的话呢，的确是自己以前呢。就是可能在学佛的过程当中，没有学佛是更不用说了，就是造的业识是无法想象的。但学了法以后的话呢，很多人可能是真的是成了一种这个心想的一些修行了。无论是你听法也好，修行也好，做很多事情的话呢，恐怕是根本就是算不上什么大乘佛法。不要说大乘佛法，连小乘佛法的这个边都是占不到的。如果这样的话呢，那我们的这个佛法口头上你。这个宣传的再高再深的话，也实际上呢，就是与真法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远离了啊，就是远离了。所以以前我们就是听到一些这个就是就讲了一些课以后啊，就是有些人说以前就是的确是就是没有动到佛法，现在还动了一些佛法。但其实呢，如果真正把这个前行的内容啊，结合自己的这个新的相续的时候呢，恐怕就是还不够啊。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继续的就去这个关照。其实这个内容呢，越关照越难啊。刚刚开始说起来的发菩提心的，这是谁也就是见到啊。我们听法之前要发一个菩提心，讲法啊之前呢要发布一个菩提心，就谁都会口口声声说，我都已经说了20多年了，就是每次这个讲经的时候也说，但是有时候呢。就是真的是与这个凡夫的人先进行对照的时候啊，自己的惭愧难当啊！就虽然口头上说了那么多次，但实际上呢，我每一次就观察自己的起心动念，我是不是为众生呢？我是不是现在一切的为众生呢？我一经常就发现自己呢，好像也不是为自己，也不是为众生，凡是每天都是要完成这个工作一样，就经常处于这样的一种无己的状态，就是这也是很可怕的啊！每天都是，反正我这一趟可是不能去，就是啊，来的时候呢，就是就一种怎么说啊，就是就迷迷糊糊的一种这个状态，就是说是为了一切众生，但实际上呢，就是当时真正是为众生的这种念头呢，没有升起来的话呢，那只是不合理的。所以我们每个人啊，就是当听到这个。就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的时候呢，自己这种这个意识呢，就是可以转变。如果你能转变的话呢，那这个一刹那间当作把这个功德呢，就是全部已经这个摄彻了。所以这是非常关键的，这一点也是要平时的自己的修炼有关系的。如果你从来都是与自己修炼呢，就是没有这个关系呢，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就你哪怕是这个怎么说啊，听了多少年也恐怕是不一定这个去发这个心的。然后你每一次心持善法啊，比如说你每天念诵啊，每天就是做功课啊，在这个时候呢，就是相果没有为众生去。所以最关键的问题呢，这是用这个简单的语言来描述的话呢，你不管是就是做任何一个善法，就是出现呢要像一个我要这个为众生做这件事情，这是非常的这个重要。
这样的发心无论在闻法还是修法的过程中都相当关键啊，就是这样的这个修法的话呢，就是无论是你在这个任何上师面前，就是亲自听法也好，或者是听一些光盘啊、MP3 啊、MP4 啊等等，就是我们这个现代的一些听法的这种这个方法，就是在这个时候呢，你要这个前面发这样的这个菩提心，然后呢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个修法，它真的修法的这个范围是比较广的，凡是心思一起散发呢，就是从光以上的话呢，凡是心思一起散发呢，就是称为是这个修法啊。比如说我们这个放生也好，念一些这个咒语也好啊，或者说是这个做一些这个慈善也好，平时呢就是对这个佛教的事业当义工啊，这些的话是不是修法呢？应该是。为什么呢？因为所谓的修呢，就是是传习的意思，法的话呢，它指你这个善法的意思。那么传习善法，也就是说是这样的这种善行呢，在自相续当中继续贯穿，就是所以这样的这个意义，从光义上呢，就是应该是就是我们一切的这种慈善的行为呢，就是全部就称为修法。无论是在你任何一个这个时候呢，就是都一定要就是发这样的这个心呢，就是发这样的心呢。以前那个智悲光尊者啊，就是他也说过，就是所谓的这个菩提心的话呢，没有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呢，就没有自私自利的心呢。然后就像是就是这个饥饿的人呢，就是寻找这个食品；苦干的人呢，就是寻找这个水一样的啊，就是这样的这个求佛果的这种心呢，就是叫做菩提心啊。就菩提心的这个含义呢，啊，就是应该这样来理解啊。就我就是为了这个众生的话呢，求佛果，就是非常强烈的一种渴望呢，就是叫做是这个菩提心啊，就菩提心。所以呢，我们在任何时候啊，就发这样的这个强烈的这个希求心。那就是非常的关键，不管所修持的三根大小啊，就是是大是小，如果以方便色子，就称为假心发心殊胜，三根不被太远毁坏，成为呢真心无缘殊胜，为令三根真正日上，在结为一会相来，因此这叫做呢就是即心这个会相殊胜。那么这里面已经讲了这个善殊胜啊，就是善殊胜，就是前面也已经介绍过这个很多次。不管是你所心持的这个善根，就是大小啊，就是有些可能大的，表面上看呢也是啊，这次这个人做的这个善根多么的这个大啊，就比如说一下子就是放了那个几千个牦牛啊，或者是做了就是这个鸡城楼的这种这个讲堂啊、佛堂啊等等，就表面上看呢就是非常这个大的，或者是有些人呢就是做的很小的。就是哪怕是念一句这个观音行咒也好，持一句这个阿弥陀佛的名号，表面上看呢啊，这是特别的这种渺小啊。像不管是你做大的善根，做小的这个善根的话呢，都应该刚开始的时候前面所讲的那个这个殊胜的菩提心来摄持啊，这叫做是这个假心这个发心殊胜啊，叫假心发心殊胜。刚开始的时候呢，哎，就是这个三法呢，就是一定要。啊，有这个，所以我们藏传佛教的一般的念诵也好，做任何一个三法的时候呢，就刚开始就是念一个皈依和发心偈啊，就发心偈，然后中间呢。就是这种这个善法呢，就是不被违缘这个损害。当然，如果有一些境界的话呢，你安住在这个大圆满呐、大受益呐、大中观呐、一些般若空性的境界，就是这是上等者的这种这个真心无缘这个摄持。如果你实在是没有这样的这个能力的话呢，在做这个善法的过程当中呢，你还是要这个专心致志啊，就不要呢就是这个。什么这个就一直这个三心而已啊，东张西望啊，就一直把这个善心呢，就是表面上看到哦，这个人都是对这个善法呢不管就不重视不专心，就不应该这样的，这叫做是这个什么这个真心无缘啊，就真心无缘的意思呢，就是我们对任何一个善法呢，就是三十三种，从开始到这个结束之间的话呢，很专心的。啊，比如说我们听课，听课的时候呢，有个别的道友呢，就是非常的这个专心，就是心全部都就是聚精会神的听着的。有些人的话呢，刚开始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就注意，然后慢慢就是到了这个合眠的时候呢，就不注意啊，就是这种这个法呢，就是。这种这个做法呢，就不叫这个真心无缘，就是应该说是真心无缘的话，那就是很专注的意思。
然后最后的时候呢，就是这个三个呢，就是真正之上，就是应该用这个回向机来这个印持啊，就印持。印持的话呢，就像我们这个钱存在银行里面，就是已经这个印持了，就然后它的这个利息呢，就是一直这个就是越来越这个正上。但是如果你钱没有这个存上去的话呢，就是随时都有可能被别人吐了啊，或者是就是这个自己啊，就是乱花等等，就是又出现这样的。如果你真的是已经这个存上的话呢，那他不但呢就是中间不会耗尽，而且呢他的这个功德就是真正这个日上。所以我们回向偈的时候呢，很多人是非常这个重视的啊。藏地很多老修行人的话呢，比如说他正在这个参修啊，做善事啊，人还没有来得及回想的时候，突然有一件事情要这个做的话呢，他就会说：“你等一下，等一下，我把这个三个回想完了以后，我再给你说话。你等一下，我先把这个回想了，然后呢，我再出来。”就是很多人是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所以说我们就是做善事的这个最后的话呢，如果没有这个时间呢，就是念一些长的这个原文的话呢，就像我们以前讲的一样，就是文殊师利勇猛者普现回心一向，我敬三根诸回向什么，就是是个随笔一切常修学，就是这样的这种寄送啊，就是。来这个摄车，就是这样以后的话呢，你把这个三根的话呢，就是来至菩提国之间是非常的这种这个圆满，就是所以这样的这个善书生呢，我们在这里啊，就是不断的给大家就是讲了，讲了之后呢，希望不要就是当成一两天的热气，应该呢就是来自你的这个有生之年的一个不忘的这种修行法啊，就是我个人而言的话呢，就是大圆满。这个前行里面的法呢，就是不是一天两天的啊，就是不是看报纸一样的，就是今天啊看了以后的，马上就算了。明天有没有什么新的？就是有一些正面的、负面的，就理解的话，我理解而已，就认了，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这个藏传佛教的很多的老修行人呢，就是把它当做这个如意宝一样的啊。就以前的话呢，啊，因为那个时候呢，可能是藏地条件也不好，就是这个大圆满的这种前行一本书啊，就如果别人写的非常好的话呢。那当时是那个，就是可以说是有些修行人，就是给他就是一头牦牛啊，就是来这个亲，就是据说是有这种这个说法。但当时的据都一头牦牛的话，可能就是一般来讲就是一中等这个家庭的，可能就是家产的这个三分之一左右，就是所以说我们这个很多人呢，就是就非常的这个重视。可是现在呢，好像这个书也比较多了，就是这样以后呢，啊，这个发的。就平时带在身上也可以，不带也可以。就是如果以这样的心态的话呢，那里面的加持就融入你的心呢，也有一定的这个困难。所以啊，就我们这次呢，就是讲的时候可能就是讲的这个广一点，这些讲解让你天天的是不离身体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希望呢，如菩萨行论的颂词啊，大圆满前行的这种这个华智仁波切的金刚语的这些书呢，应该随时的是就是带着这个身上，应该作为这个自己的善知识，因为善知识呢。天天的是跟着你的话，那恐怕是有一定的这个困难啊，就是啊，天天的是这个上师跟着你呢，就是可能你也就是圣言犯心，上师也是不一定要了，就是到一定的时候不一定要了。但是这个法呢，就是无有嗔恨的上师，就可以说随时的是你大概可以问一问我自相续的一些这个解决烦恼也好，就是一些痛苦啊，就这些的话呢，随时你打开这个就这种这个书以后呢，就马上的让。这个赐予之中给你这个平息，就是说一说我们平时呢把它当作就是非常这个宝贵的这种这个书啊。那么文法也是不例外，最主要将文法的方式放在书尾，尤其是发心更具有主导地位。那么这个我们刚才也已经讲了，就是这个三书生呢，就是千万都是不能离开的，就是一定要所有的三行也一次三书生设则是不可缺少的，不可就是必不可少的。刚才是不是都忘了所以说呢，我们这个怎么说就是这个行持这样的这个三书生的话呢，修任何一个法，就中间呢的的确确也是不可这个缺少的。然后呢，文法也是不例外，最主要将文法之方式放在首位，尤其是发心更具于主导地位啊，就是我们这个下面文法的话呢，
也是同样的啊，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文法的方式呢，就是很重要。如果文法的方式你没有搞懂，是听法也其实不一定有这个功德的。佛经里面说是，如果这个文法方式一点的是不如法的话，那就不听也是这个可以的，就也有这样的说法。如果你在这个文法的过程当中就是甚嗔恨心啊，甚这个叹心啊，那这样的话不要继续听下去，马上你就。 就离开了，就是可以这样的，啊，做前面的有些句是真在，就是听法的时候，顺便离开了。我想是不是他是贪心还是生嗔恨心？啊，就说明那个可能是刚来的也不太懂啊，就是也许这样的。这个文法的方式呢，就是还是这个很重要的，一切功德的这个根源。尤其是呢，就是我们这个文法当中呢，就是虽然有很多的这个要求，但其中这个发心呢，就是最主要的啊。入功德藏这个这边光尊者的功德藏当中呢，就是这样说的：止水善恶意，差别不随善恶相大小。那么我们的这个一切善根的话呢，就是只是随着这个你的心善、心恶。 啊，就是以这个差别大小呢，就是，去跟着就是他的这个功德啊，就是你的这种这个三法的功德大不大呢？就是看你的这个发心。如果你的菩提心呢，这个色次、出离心呢，色次的话呢，表面上看呢，你的这个三根的心相是不大的，但是呢，实际上他的功德是非常大的。而根本不随呢，就是他的这个心相的大小啊，就心相呢，比如说有些人呢。 就是这个花了很多的这个钱呐、啊，就是13层楼的这种这个金堂啊、佛堂啊，就这样这个修了。表面上看呐、啊，这个功德非常非常大、啊。我都有这么样的这个福报的话，多好！很多人可能这样想。但是如果他的这个心呢，对别人的一种这个精神心呐、啊，对别人的一种宣扬心呐、啊，这参照很多的这个烦恼。 这个来这个修做这件善事的话呢，这个功德是不大的，因为他的这个发心呢没有设置。如果你没有这样的真正以一个表面上看待一个笑的事情，但是以菩提心来设置的话，那他的功德呢就是无量无边的啊。就像《仙域经》里面讲的这个贫女功德的故事一样的，这个贫女的话呢，她好不容易得到一点点这个欲啊，就是费了很大的劲，最后的话呢，就是以菩提心来设置供啊。 就功德之后的话呢，就这个声闻圣者也没办法，就是扑灭这个惑啊。所以说呢，我们啊平时就是哪怕是自己呢，就是有一点点的这种这个钱财也好，就是有一点点的这种机会的话呢，就是好好的把以这个菩提心来设置。比如说有些人呢。 是这以你这个身众啊，就是没有就是听那个全部这个佛堂这个佛法的这个课的机会是没有的，但是他只有就是听一堂课的这种这个因缘的话呢，那么就是前后都是前面有这个菩提心来设置，中间呢就是专心致志的听，然后最后呢就是以这个善根，就是以这个身者的金刚语来就是做这个回向，或者说我们就是长期的就是供养啊，就是做布施啊，没有这样的这个牵制，但是偶尔呢有一个机会就是。 他有一点点钱，然后把这个钱呢，就是卖一包奶粉，然后就你就心里面想啊，就是这个奶粉呢，我就发这个菩提心，为了所有的众生获得这个无上的这种佛果，然后呢，就是你把它这个供养这个僧众，然后供僧众的时候呢，这个真心无怨就比较简单吧，就是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快的时间当中就处理了，然后呢，就是以这个菩提以这个什么就是发愿来这个设置回向啊，就是做一个回向的话，你这件事情呢，就是已经。 这个有头有尾了，就是已经完整的这个，就是做了这个善知，在你的这个菩提道路上的话呢，它是一个占的非常重要的这个事情呢，就是占的非常的重要的地位。因此呢，我们就是平时呢，的确也是做的这个三根的话呢，有时候看不出来的啊，就别人呢。 做的这个非常大的一些善法的话呢，但到底他的这个心是不是很清净？如果心不清净的话呢，表面上都是啊，就每天都是，就是比给别人讲经说法也好，自己听闻佛法也好，每天都是这样，但心里面就是全是一种这个恶心啊、精进心啊，就是嫉妒心啊。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功德也的确不是很大的。 所以，就这个问题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搞清楚。如果我们带着图地位求民神当今世世间利益的动机，那么无论听闻多少佛法，也不可能就是变成正法。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在这个听课的过程当中呢，就是带着这个一些啊，就我现在就是这样的听课呢，就是也许会不会我得到这个法师的这个证书啊，法师的地位啊。
得到这个博士生、硕士生呢，在我们当地的一些寺院当中呢，经常有一些这个堪布啊、各系啊，就这样的学位，所以很多听法者呢，就是容易申请这样的。那么汉地就是有没有这样的？汉地和尚、方丈，然后，传法者的最高的位置叫什么？法师的，法师以外有没有？大法师是吧？大法师、中法师、小法师，那个各系的话呢，好几个那个层次嘛。然后我们这个居士的话呢，居士叫什么？居士法师。那天有一个人就是说了，就说我很想当一个这个居士法师，就是你可不可以先给我发一个证书？还没有当法师的时候还发证书，这是有点，这个求名声啊，就是求名声等等，就是世间的一些，比如说这个，这个听法呢，就是为了这个家庭和和啊，或者是这个生意兴隆啊，变财务啊，财源滚滚啊，世间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目标啊，就是等等，就是以这样的这个目标或者是动机的话呢，那么就是听到多少法，就是可能不会成为正法。为什么说正法呢？他也听闻一种这个善根，但是呢，不会成为正法。大乘的正法的话呢，那肯定是目的是利益众生，就是让众生成佛这样的一个目的。所以呢，如果你这个动机不正的话，那就是原来不是这个这个阿底峡尊者就是有一天就是说是这个好像就是他特别这个上心，然后中东巴弟子呢就是问为什么，他说是有一个弟子呢就是他修那个什么恨板子的这个法啊，就最后呢就是堕入这个恶趣当中，就是本来是修密法、修密宗的本尊呢，不可能堕恶趣的。但是他呢，因为那个降服这个别人呢，就是一直起恶心，就是就念佛，就是最后的话呢，就是自己的堕入恶趣当中去的。所以我们这个法性呢，就是的确是这个很重要的。如果法性清净呢，就是一切都是这个清净的啊，就是比如说一棵树的话呢，就是它的根是如果都要的话呢，就是那么就是枝果啊，就是枝叶啊，就全部都是毒。如果它的根是要的话呢，就是那么它的这个树枝、树叶、树果，就是全部都会这个妙药啊，就是妙药。所以说呢，就是最初啊，就是向这个内观，就是调整自己的法性之观重要。就是最开始的时候的话呢，我们一定要就是内观啊，就是调整自己的这个心是非常的重要。不管是你想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呢，首先要观察自己的这个心啊，就是若身欲移动，什么这个如口欲出焉啊，就是若身欲移动，如口欲出焉，因先观自心安稳如理性，就是前面我们也讲过，就是你不管是想说什么、想做什么、做善事也好、做其他事情的话呢，你先观察，就是然后最后自己发现，就是我真的这次是为了利益众生的话呢，那就可以那个继续啊，就是做下去啊，就是继续做下去。如果知道如此调整发心，就说明三法已被方便摄持，这样一来就会成为大师证到无量福德的军粮。如果你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这种这个调整法性了，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你的这个性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调整了啊，就是是为了利益众生的了。这个时候呢，说明你的这个善法呢就是已经就是被这个慈悲菩提心，或者是以这个菩提心来已经这个方便法来已经设置了。这样一来，就是哪怕是你做一点点的这种善事的话呢，就是其实成为就是大势道的这个无量福德的这个因呢。因为我们这个利益众生的一点点的这种思维的话呢，就是其实是也是这个功德是非常非常大的，就是金丝什么金丝利众生福生共福共祝福啊，就是吉田伦师也这样讲的嘛，就是仅仅是这个思维啊，就是利益他种的这样的一个分别念的话呢，他的福德是远远胜过就是供养一切诸佛。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这种法性的话呢，那么一切的这种生克仪的行为的话呢，就是不能这个成为佛陀的成佛的因啊，就是违法菩提心，永不得成佛。就是我们在这个讲那个什么菩提心时啊，就是菩提心时当中呢，也是这样说过。所以总而言之呢，就是我们只要是仅仅是就是发一个尼塔的心的话呢，那么这个功德的确也是大的，就是胜于女经吧，就是有一部经好像在那个大圆满信息修习大乘书里面引用过，就是
它这里面呢，就是说是那个金色利他信呢，赏你啊，就是金色利他信呢，你以上无量啊，就是仅仅是利他的信的话，那就是他的这个利益和功德是无量无边的，无边的，何况就是信利益。所以我们平时呢，就是在这个自己的这个行为啊，就是一定要就是调整，就是调整内心是很重要的。相反，如果不懂得调整法性呢，那么尽管装模作样的就是装模作样的问法，然后稍微解释的这个修法，也只能称为心想上的修法啊。就如果你没有调整，先天天的是这个穿着一个破烂的衣服，就是然后每天都是听课啊，就是听得表面上看起来非常的这个专心，别人说啥，这个人真的是苦行的好了不起啊，就是但实际上呢，就是也只是这个心想的听法而已，并没有呢就是成为真正的这个解脱的因。然后呢，就是整天的是装腔作样做事的，就是天天的就开始这个秀发啊，心痴啊，就是惨惨啊。有些人呢，就是真的是看起来特别精进，但是从内心的这个调整呢，就没有这个做好啊，就是内心是一直是为自己啊，我这样做的话会不会很多人供养我，我这样做的话呢会不会很多人赞叹我。可能有些人呢就是原来我们去五台山的时候，有时候啊就是看见有些人这个参禅的时候呢就是我们那个就是接近的时候呢，就是闭着眼睛，就是然后不接近的时候呢，睁开眼睛，就是到处都看，就是也有这样，汉地有些也有这样的。然后去拉萨去的时候呢，有些这个出家人也在这个那化缘化欠呢，然后拉着这个灵咒，就是念那个杜牧二十有杜牧的这个赞颂，然后好像人来了的时候呢，我们就嘛嘛嘛嘛啦，就是他开始念诵，然后人不在的时候呢，就不念了，就是然后一直这样。所以他表面上看得很静静的，但实际上呢，他因为是为了这个钱呢，为了其他的这个目的，所以呢，就一切心相上的这种心智善法的话呢，其实不但没有功德，还有这个过失的。真正以利他心而发心的话呢，表面上做的时间也很短，做的事情也是很小，其实这个功德的话呢，就是来之不过这件事，真的是这个不会耗尽的。所以我们平时啊，现在懂到这个道理之后的话呢，很多人呢对这个心想的一些行为呢，就是我们是不赞叹的啊。当然有些呢，他弘法利生的事业做大了以后呢，就是他的心想不得不这个现出来，就这是没办法的。除此之外呢，故意的就在别人面前这个炫耀啊、吹捧啊，这些呢就是没有就是实在的这种意义。因此无论是文法也好，这个就是文法修法啊，修行也好，修信本尊也好，数次这个对，就是数次密咒也好，顶礼膜拜也好，精心专绕也好，甚至口念一遍观音心咒，都应当以菩提心摄持，这一点十分重要。因此我们通过以上的这个分析啊，大家都是知道，就是在这个时间当中，就是修习佛法的时候呢，有时候呢我们就是听闻就是大乘这个佛法，或者呢就是这个听闻一些大乘小乘的这些佛法，或者这个观什么这个文殊菩萨、观世菩萨等等，就是观本尊，就是修炼这个本尊，或者呢就是念一些像那个往生咒啊、白子名啊，就是等等，就是念一些密咒，或者这个什么就是修这个加心啊，就是做这个顶礼膜拜，还有这个转坛城佛塔、转这个佛塔、转佛脊呢、转寺院呢，甚至呢就是口里面就是念诵，就是简简单单的嗡嘛呢叭咪吽，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念诵的话呢但是最好是这个心里面就是用这个菩提心来摄持啊，就是菩提心来这个摄持，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平时书里面拉着这个转经轮啊，就是转就是几分钟啊，就这个时候呢最好前面也有个菩提心，然后跟别人就是做事情呢，尤其是我们现在就是为了弘法利生，就是很多人发心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呢就是为什么什么这个慈善的事业啊，就是给别人啊打电话的话，我们如果有政治正念的话，刚开始的时候我今天就是为众生就要做事情，发这样的一个心的话呢，那这个善根的确是就是非常非常的这个大。所以以前那个大寂经里面呢，就是说这个包叔菩萨，就是包叔菩萨呢就是问那个虚空藏菩萨，他说呢就是一切佛法的根本是什么，然后那个虚空藏菩萨呢就是说是这个菩提心
心呢，就是按呐，就是菩提心呢，就是按一切这个佛法，也就是说是一切佛法呢，就是注意这个菩提心得以这个增长，就是所以如果我们就是以菩提心来这个摄持的话呢，那一切的这种善法呢，就是可以这个增长的。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菩提心的话呢，表面上真的看起来做得很大很大的这种这个善根，但实际上呢，啊，就是这个善根的这个力量就是不大，所以这一点呢，一定要就是注意。这一上师已经讲了发菩提心啊，发菩提心以前也是讲的很多，但是这里面以这个敲诀的方式来讲的，希望呢，就是大家一定要啊，就是这个信持啊，就是讲是谁都会讲的来，但是实际行动当中呢，就是看能不能就是。发这个心呢，就是关键是看自己的这个修正啊，所以我们现在呢，就是并不是赞叹，就是你今天什么这个修成这个无眼路通啊，或者你看见什么明点呢，你现在通达这个光明呢，就是这些我们暂时不谈，这是特别高的事情。现在我们呢，在这是前心里面的一个基础啊，这就是菩提心。所以我们现在所作所为呢，是不是成为大乘的善根？如果成为大乘善根的话呢，那这个人刚开始的时候，他肯定是为了众生而做这件事情。那就有了这一点的话呢，那么第一个就是发心方便殊胜呢，应该是这个具足的。其实这一点都不具足的话呢，那么我们很多的这种修法呢，就是真的是这个还这个很糟的了啊，就可以说啊，就现在呢，就是还要努力啊，就还要努力。所以第一步呢，就是讲的是这个用这个菩提心来摄持，就是这一点是十分重要。好，讲到这里。Om Mandarangara Banasadardam